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KP。那我现在人在清水的某个地方，但它没有看过顶，要走下去看看。然后现在是早上的5点多，天还没有亮。那一个人在这种荒郊野外，其实有点恐怖啊。那我今天神经病，睡不着，才出来探探看点。好，那我们先去看看喽。原本想钓个浮标之类的，不过地形还不熟，天也还没有亮，所以就先丢一只沉底吧。待会的事情等天亮之后再说。好，那就开始等鱼咯。好像有讯号欸，我脚架才刚煮好没多久而已，有2次讯号，可不，你看，这个应该不是流，应该是有鱼在煮。这么快吗？我才刚下竿没多久欸，放着看看咯。哦，真的有东西耶。好吧，一样不管，等天亮再说。我已经被抓抓抓好几次了，消了5、6颗，可是都是抓抓抓然后消了，都没有大澳竿的讯号。大家可能天亮之后会换浮标玩吧。反正我2只沉底的，一只拿在手上，一只挂铃铛，2只都有讯号，然后都消了。中了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吃？诶，原来是你呀，花生。终于开虎，原来是花生在吃我的鹅啊！来，至少这只为什么 Q 成这样子？至少花生一只。上接走，这怎么钓？花生落水咬怎么玩？第二只花生，大概钓了1个小时的手竿吧，然后一直有咬，不过一直打不到，然后会看到旁边有一群那种3-4公分的，应该不到4公分了，2-3公分的小鱼，鱼群一直游过去游过去，我猜会不会是这么小的鱼在咬，所以才打不到。那我现在打算换侧竿钓中间了，啊，那就继续再努力。
好啦，现在是早上快9点，完全就是小鱼。我下次知道了，我刚刚去看一下地形，我下次应该会去前面那边，那边看起来比较深，然后又比较靠近海边。因为之前这边有人骑过六指的 OK， 然后今天就是不管什么钓法都是小鱼，浮标、手竿、沉底，然后让它跑铅、那漂都有鱼刺，都有讯号，可就是很少。